由鲁凯神话艺术村之称的屏东三里门乡青叶部落，以发展工艺及观光产业为主，为分享部落的独特美学，推出意犹未尽鲁凯神话之旅及工艺联展。因为我们部落是神话艺术村，那我们希望透过艺术来分享给大家认识我们的部落，所以我们邀请我们在地的四位艺术家来做领头羊。其实我们是希望这个展览可以每一年都可以办，那透过这四位艺术家的分享，来让大家除了认识他们的创作、他们的作品之外，也可以更认识我们在地的文化。工艺联展邀请鲁凯族织布、雕塑、手绘工艺师彭春林、翁俊雄及王姿华，及造玉陶艺师林志明及林英奇共同策展。我们这次的展览主要我们是以陶瓷为主，好，我们有做一些属于原住民的一些小陶壶，这上面的纹饰都是属于代表原住民各个的富贵啊、富有啦、平安啊，都代表这些图腾。哦，希望大家来看到这个展览的人都会喜欢。它是在描述呢，我们部落田野间的那个稻穗，那在风中摇曳的那个感觉，不受艰辛困难，然后它可以体现女性的那种坚韧，因为现代的女性其实她在非常多的那个叫做包袱之下，哦，一下子是妈妈，一下子又是女儿，又是人家的媳妇，然后又在职场上的工作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压力呢，就像风雨一样呢，在打着这个稻穗。展场作品包括陶艺、绘画、服饰、艺术装置等，以及协会推出的文创小物，让游客来到青叶部落，不仅能体验鲁凯文化，也能欣赏部落工艺之美。原是新闻歌手，屏东三立门采访报道。